现在化学家还是没有办法制造水出来，还是要老天爷制造。那个 S 错都做不出来，那其他呢？你需要去做吗？不需要去做。好，所以中医是化繁为简，西洋的化学呢，化简为繁，化繁了半天，最简单的还是做不出来。好，所以西医绝对不是中医的对手。好，那有没有可取的地方？当然有可取的地方。危险的时候西医啊，哦，还有预测你什么时候死的时候西医啊，他很准啊，因为他是不是死的嘛，所以他说只能活五十天，好，你让他超过五十天他就吓到了，那他很准啊，哦，很准啊。那这是我们五种的颜色，好，哦，还有这个五种的味道，好，哦，再下一个呢，五种味道的使用，这个就很重要了哈。哦，吴总，这个味道我们怎么使用？啊，怎么样选用它？好，好，这个五味之用，酸味呢，本身呢，酸收。哦，我们现在讲的是药的性，药性，哦，药的性质，它是有收敛的作用。这个字念涩，好，哦，湿，涩，哦，涩剂。所以说，有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需要涩剂啊，啊，这个人下力下得很厉害，好，哦，就是一考试紧张。只要想到明天要考试，今天一紧张就下力了。好，我们要酸味，像乌梅很酸啊。我们要真的真的正好，我们用乌梅的时候，梅子本来就很酸。为什么叫乌梅呢？因为那个梅子还，那个梅子还要在使用前要泡在醋里面泡很久。好，那再吸收醋的味道，很酸啊。下去就涩，一涩就大便那个酒力下去就好了。啊，诸如此类的，它有涩，有收敛的功能。好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收敛？很简单，拉肚子是一种力，要收它。还有呢？流汗不止，我们要收它。还有呢，舌头吐它，伸不回去，收它。好，哦，要收它。那当然要收好的啊。哦，你那个舌头这样子的，你可以帮它收。舌头是这种形状的，不要收。啊，哦，这种是是非舌嘛，讲他背后讲他坏话啊，这种是最好的。好，哦，这种是一天到晚都八卦，说论人是非，然后自己制造谣言，都是这种舌头。所以我们在看病的时候，舌头在，哦，明明是小神经，看成大神经，哦，哦，就看这个人看不顺眼，哦，那尤其是我最容易犯这种错，恨了，很恨，看开处方，哦，就会害人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休息二十分钟。好，我们刚刚介绍的酸味，它是任何的药物，好，哦，中药本身是酸味的。还有食物里面本身是酸味的，好，哦，蔬果类、果菜，好，哦，酸味的，通通能有它的本性，就是能够收，能够涩，好，哦，能够涩。有时候太滑了，好下力啊，我们就需要涩剂。好，哦，苦味的药呢？苦味呢？三个，能够泻，好，哦，能够煎，好，哦，苦味能够使软的东西变硬，好，哦。苦味能够燥，啊，哦，因为火，性是火，火就燥。好，哦，这苦味的东西入心，好，哦，所以说，如果湿很盛的时候，苦味的呢可以让它变燥，啊，哦，那如果不够坚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苦味的药，所以我们中国很多壮阳的药。很苦啊，哦，那不够硬嘛，啊，哦，那就用苦味的药啊，哦，那跟我们补精不一样哦，我们固精跟壮阳哈，哦，让它硬处方是不一样的哈，哦，那我们在介绍《本草》的时候会稍微讲清楚一点，免得你弄错，好，哦，那弄错的话就精变得很多，可是不硬了，啊，哦，那也不好，啊，哦，这是苦味的药，那泻。我们有的时候满着泻，一定要攻把它攻出来，好，哦，所以说，比如说我们吃到食物，
这个是食物是坏死的食物，中毒啦，食物中毒。那这个肚子里面怎么办？你要把坏死的物排出来，要宣泄，宣苦味的药是宣泄的药，哦，所以我们要挑味道很苦的药，好，那所以说，以后你拿到苦味一吃啊，老师药很苦，马上就想到三个，好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会用。你看，我们就是神农，我们讲神农本草，讨论都是药的性，好药性，这样你才知道怎么用，好。那甘味呢？甘味、甜味的药也是，它能够补，哦，能够和，哦，还有能够缓，哦，所以我们补药大部分都有甘味的药在里面，甜味的药在里面，滋补的药在里面，好，滋补的药是甜味的药。那甘味的药呢？有和，所谓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几种不同的药材，这种药性不一样。好，我一下用了一些酸味的药，然后老师我又要用一些辛辣的药，这两个药放在一起，这个好，两个药是相冲突，金克木是相克的，那我们就放点甘味的药在里面，让它和，让它不会起冲突。好，这个和，那能够缓，有的时候太拘急的时候，好，比如说，好抽筋，好抽筋抽得很厉害。好，那我们用甜味的药来缓它。还有一种呢，拘急，比如说癫痫，拘急了，哦，也是用甜味的药。好，还有呢，比如说有的人跟你讲，哎呀，奇怪，我走路哈，只往前的停不下来，不能刹车，然后就一直到撞到墙上去了，那个怎么办？好，用甘味的药让它缓下来。好，缓下来，这就是药的性。所以以后诸位拿了甜味的东西，好，我们有很多甘味的药，味甘的哈，像甘草啊，像我们讲那个哦，这个麦芽糖好，都是甘味，好。辛味的药呢，它的本身的药性，好，能散，好，让药呢能够在身体里面横行无阻，好，能够使。当我们需要使用把这个好使需要散剂，所谓散剂什么呢？比如说我们要发表这个伤寒感冒了啊，那个皮肤全身都很痛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辛味的药把这个汗发散出来，所以发散散有发散的意思在里面，发散。那辛味的药能够滋润啊，能够润啊，比如说啊，我老师为什么我嘴巴那么干燥啊，我皮肤那么干燥啊，西医讲干燥症或者无所谓，你只要记得辛味的药它能够滋润，能够润，苦味的药能够燥，这两个好反的嘛，对不对？那老师，那我现在有个人他肺里面很干燥，口渴很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要靠辛味的药去润他，那可是这个人呢这个便秘啊，那我要苦味的药来让它下利，然后苦味的药，那苦呢又苦能制造燥，能够让湿变成燥，那这个是燥，那个前面又是上面又是干燥，那你要用药是药，我的意思就是药性是反的，那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放在一起用和药在里面一和解，它就能够辛味的药能够去滋润它干燥的部分，湿润的部分呢，我们可以用好苦味的药来滋润它。同时泻下的部分，好，我们可以用苦味的药，好，可以并用，这就是药可以并用的原因。好，咸味的药，你任何东西咸味，像我们讲附子，很多药味道很咸，好，龙骨、牡蛎啊，都很咸的味道。好，咸呢，它最主要能够第一个软坚，坚硬的东西，我们要让它变软，好，变软。那比如说硬块，乳房硬块、肿瘤这种都是坚硬的东西，我们要让它把坚硬的东西软化掉，通通要靠咸味的药，好，咸味的药，好，那咸味的药能够攻下，好，下剂，好，有的是下焦是直的，举例给你听，比如说现在有个肾结石的石头挡在那边，那你要把它攻下来，同时要软坚，石头太硬了，让它大散掉，怎么办？好，我们就要用咸味的药。所以比如说我们后面的青盐，盐巴已经很咸了，那个青盐是内陆湖，你们这次看青藏高原里面那个湖泉，那是青盐啊，那个是非常咸啊，
哦，那个几千万年在里面很咸啊，那个比海水的还咸，那你拿那个氢盐下去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同样是一个看这个很讨厌，舌头是尖的，对，氢盐多放点，那苦的咸的要死，喝又难喝，咸的很，味道很重的时候会恶心的，会吐啊，哦，所以海水可以催吐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咸味氢盐很恶心的，那看这个是很好的，把它装到胶囊里面丢下去，所以看你的药在你手上。武器拿到手上，看你怎么样运用，对不对？暗杀的方式好，让他们死的没有那个石头不没有感觉啊。明杀的方式，这个坏蛋好吃药也好，两个都好，但是反应不一样啊。所以医生要有点医德好，当然不要很多啦，一点就好了啊。那么这坏人哈啊，那我们除了酸苦甘辛咸以外，我们有淡味的。所谓淡味的，我们平常吃的饮食类的蔬菜，全部是属于淡味的。好，淡味的药呢？好，这个能够利窍，能够渗泄，能够利窍，好，能够渗利湿，利湿利窍。好，除了这五味以外，就是淡味的药。好，淡味的。好，那我们中药里面很多味道很淡的，好，薏仁、好，芡实、莲子这种都是淡味的药，它能够利湿，能够渗湿，淡味的药。那如果是淡味的药，颜色又是白色的。啊，就入肺嘛，好、哦，黄色的就入脾嘛，你这了解我意思吧？好，你现在跑到马路上去啊，老师那边卖玉米，你看那个黄玉米，黄的玉米都黄的入脾胃，对不对？那吃里面是色白，然后吃的是淡味的，对不对？马上就知道在脾、肺之间的食物是淡味的，那能够利湿，吃的好利出来。那过去的盐呢？好、哦，我们吃的我们讲的中药咸味能够下，能够润，对不对？那是讲我们的海盐吧，好，那现在的盐呢？不是的，人工盐，好，人工盐不但它不能利湿，它会制造身体里面很多积水。我是看得最明显的，为什么？我跟你讲，美国人有多笨哈。虽然我是美国护照，该讲还要讲，那个真是笨。你到餐厅去抓来吃，下次你们有机会带你们到美国来，金贵上完了后，我带你们临床，好。我们到餐厅吃饭的时候，你看哦，你就看旁边的老外，他牛排一来的时候，那个 table 他的 table salt 好，这个桌上有盐巴拿起来，是撒的哦，不是这样子撒一点点的哦，他是整个撒一层在上面的，厚厚的一层的，这样吃的、哦。他那个盐那个是人工盐，精炼的盐，吃下去身上会积水，然后你看他吃下面是腿是在肿的，水肿。好，可是呢，你如果吃海盐或者吃我们清盐是利尿。不一样，好，当然说你老说这个利尿的话，我多吃一点不行的、啊，你过食吃太重都不行，所以五味一定要均衡。你说我什么都不吃，只吃辣的，这个好也不太好，吃甜的也不太好，吃苦的也不太好，好，所以酸苦甘辛咸五味要均匀，就是因为五味要均匀，所以我们中国的菜闻名于世。我们有酸辣汤有没有哈？就是这样啊，不会用单味的嘛，啊那么笨。老外就是没有文化，你知道啊？牛排烤出来没有什么都没加嘛，就是盐巴。他说他要加盐巴，因为没有味道啊，加很多盐上去，然后加了盐不对。你如果加的是海盐，就没事了，就不会有积水了。就美国人下半身都肿得很大，为什么？海盐，他不是加海盐，都加人工盐。好、哦，那之前的人工糖，所以他吃的人都很胖，跑出来人那个形状变成那个吃肥的那个形，根本就是饮食的问题。那老百姓相信政府，好相信 FDA 同意的都可以用，好 FDA 同意那个女性荷尔蒙，那个弱乳，那个养牛的那个啊弱农啊，好这个可以用那个女性荷尔蒙来喂母牛乳牛吃，这样那个奶水就会增加嘛，就乳酪也会增加，牛奶也会增加，好他同意他使用了，那你怎么敢用啊？我怎么敢喝啊？我如果去喝牛奶，喝了一段时间。那我太太说我们离婚算了，你不是男人的，那我冤枉，我只是喝牛奶，对不对？你这样了解我意思吧？好，那所以我常常每次病人你看那个体型就知道，你所有的乳制品通通停标，不是乳制品不好啊，而是因为 FDA 同意允许洛荣使用女性荷尔蒙来喂它，这个都是很神经病的事情，你懂不懂？还居然同意，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害人？好，然后广告上市面上我们读书都是这样子的，可是他还是同意啊，为什么？钱嘛，讲坦白就是钱嘛，哦，所以很坏。好、哦，那我常常跟老外讲是也讲不清楚啊，
啊，老外都被洗脑了，讲不清楚啊。然后我只要他病人进来，我就要说，你看谁的身材好，你就听谁的话。对啊，你说跟那个胖子跟你比你还胖了，你怎么会听他的？要听我的、啊。对，好，开始你要怎么做？你讲完了，我就不要讲很多，对不对？天底下戒烟又戒烟又不抽烟又瘦就是我，终于可以做到，对不对？好，处方不跟你们讲，嗯，啊，处方这边我们因为 DVD 嘛，私底下可以告诉你的。这个处方一出来以后，香烟厂要把我干掉，药厂要大赚钱，对不对？又好，给你们私底下知道就好了。不但戒烟还瘦，你知道天下有这种事啊？好，而且没有痛苦了，就也不会去想，你想都不会去想。快乐是神仙的戒烟，你看看厉不厉害？哦，还有戒酒方都有，啊、哦，不能漏啊、哦，不能漏。嗯，你要哪天我们再漏漏？好，等我们国家很强，其实在国家强很简单嘛。你要让台湾让全世界知道，太简单了。你要强起来，你武力强不过，我要我台湾政府就同意这个药，就可以做到怎么办？你听不听？不要听了、啊，对啊，你就要承认台湾了。谁不怕死？谁都要死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希望诸位学到这个本领，先学到好，那十年以后再说了。现在我们先比人家早快十年，好。啊，第四个好，在我们讲的讲义里面就阴阳的定义，好，在《黄帝内经》就讲过，我们如果不知道阴阳的，没有办法治病的。好，治病一定要懂阴阳，好。那阴阳的定义在药物学上面，我们怎么区分呢？好，首先呢，诸位看气，还有胃。所以我们讲的气，老师这个气是什么东西呢？好，寒热温凉，我们在讲这个药，这个药性是寒的，就讲它的气，这个药性是热的，寒，我们使用的文字是寒热，好，这个温凉，用这种字的时候就讲了药的气，药的气要多强，好，这个大热的药就是气大很强的，好，气很壮的，好，当我们讲到酸苦甘辛咸的时候，讲到胃的时候，好，这个就是讲阴，好，所以我们讲气的时候讲的这个好寒热温凉就是讲的是阳，好，我们讲胃的时候讲的是阴，好，讲的是阴，所有的气厚的气很强的是阳中之阳，好，所以我们有这个有气的药，但是有味道比较气比较淡的，好，气比较薄的，有气比较厚的，好，薄的呢阳中之阴，所以阴阳本身呢里面又分了阴阳出来，好，一这个阴阳胃厚者是阴中之阴，胃里面味道比较薄的，好，就是阴中之阳，好，那所有的药气薄者主发泄，像我们讲麻黄、青龙，气很薄，你真的吃麻黄啊，没什么味道，淡淡的，好，最凶就是它，好，为什么气薄，好，最凶，然后一吃它就发，它发散，那气如果厚胃的发热很温，所以说，比如说我们讲附子。气很厚，很厚重的气，好发热，好发温，味道厚者的泻降，像我们有很多中药，像味道很强，比如说你什么药都不加，你光吃一个泡那个熟附熟地，我讲错了熟地，这种味道很厚很重的，好当归拿起来很香很味没有味道很重，你煮汤，你说什么都不加，我吃当归，啊就会下，好会下泻，为什么？因为当归里面它的味厚啊，好我们讲味厚就讲完了。实际上，当归里面有油在里面，油脂在里面，吃下去你不消化了，那就是大便就排出来，所以吃当归也会下痢的。好，当然你光吃当归，你就加别的药在里面。所以我们处方下去的时候，我们会当归，我们知道这个药味比较厚，那之后会攻下，所以我们会这个会加减一下，比如说剂量不要放太多，好就不也没有关系。好，味道很薄的，好能够通窍，好能够开窍。比如说我们讲滑石。这个味道很淡薄啊，小便排不出来啊，结果石头堵在里面，滑石让它滑出来，好，它主这个能够开窍，啊、哦，能够开窍，然后利肾是胃淡的都利，能够利湿，好、哦，那阳和阴的，我们两个药配在一起，心胃的药跟肝胃的药发散，心肝发散为阳，因为心胃的药跟肝胃的药碰在一起，如果发散，好、哦，性就发散，这是阳药，酸苦涌泻，好、哦、都。这种都是属于阴药，好，相互有限的都是阴，但胃三泻为阳，好，清升浮为阳，重浊沉降为阴，好，就好像我刚刚讲，
这个淡味胜却为阳，清气生服。我们讲藏红花，你红花看的是红的，但是它是淡红的，不像川红花是深红的。那淡红花你要放到嘴巴里，一点味道都没有，真的没有苦味，什么味道都没有，清清生服，所以到脑部去。就藏人吃藏红花，脑部循环很好，脑血液循环好，就不会缺氧啊。所以他在那边跳舞啊，在那边哦，木泥，我们是木牛，他是木泥牦牛，对不对？哦，还他都太没事啊。对，我们平地人上去成功昏倒，对不对？成功高原症。如果你知道的话，吃藏红花，好，一路从北平吃上去，啊，你应该是没有高原症了。好，啊，那你要看当地人吃什么嘛，对不对？不然他藏人在那里活蹦乱跳，很开心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不行，他行？好，一定饮食上有不一样的地方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基本上的好观念。好，诸位要有观念。那阳气通通出上窍，肚上窍呢，像鼻孔啊、嘴巴、耳朵都是上窍，因为出下窍。好，因为比较重浊，像膀胱、小便的地方、大肠的地方。好，所有的阳药，清阳的药，通通是肌肉腠理的药。好，那浊阴的药则五脏，后味的重味的药，味道很重的、颜色很深的，通通则五脏。好，那清阳的药呢？阳药壮实四肢、手脚的好肌肉。好，浊阴归六腑。好，所以说我们药有分阴阳的时候，所有的味厚重的药通通入脏。好，所以说心香解表发散的药通通入肌肉。所以我们常常会问，比如说这个病人，我会问他：哦，我痛。你痛啊，痛个怎么个痛？你是皮肤痛、筋痛、肌肉痛、骨头痛、关节痛，肌肉痛。好，讲完了，处方笺出来了。哦，皮肤痛，你是皮肤痛，关节痛，那痛就不一样啊。他不能说我痛结束了，你痛结束了，一点帮助都没有。好，一点帮助都没有。当然，我们如果这个碰到个哑巴，那个表情就很多，因为青色脸上鼻子里面发青色是主痛嘛，对吧？我们望着哑巴，一看他脸是青色的，很痛，对不对？再一摸，脉是浮的，知道？在表皮痛，一摸脉是中的，是肌肉痛；脉是沉底的，是关节痛、骨头痛。好，当然是这是我们临床上的时候。好，你现在看起来你们学到的是片段，真的我在讲临床一个案例下来的时候，你们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通通用上来了。哦，老师讲的骨头痛，还有风有寒湿啊，我们有祛风的药、祛寒的药、祛湿的药，三个方处方放在一起，那这几个冲突很厉害，所以我们放个合药在里面，经方就这样来的啊，诸如此类，我们在。真的在临床的时候就很快，哦，速度会很快。现在学到只是片段的，好，哦，片段的。还有药的相从性，好，好，哦，所谓这个相从的意思就是药的升，这个药是升降啊，还是浮沉？好，哦，它的定义是什么？凡药清虚者，浮而升。什么叫清虚啊？好，哦，比如说。你拿到辛夷花，很轻啊。蝉蜕，蝉的壳啊；蛇蜕的放在那，风都可以吹走。蛇在那边风吹不走，可是蛇蜕风就吹走了，所以蛇蜕就变成轻，啊，哦，轻虚的东西，好，虚飘起来的嘛。好，哦，像辛夷花啊，哦，蝉蜕，蝉有没有脱壳？那个壳是蝉蜕，蝉蜕一吹就吹跑了，啊，哦，这是属于啊，哦，能够生啊，哦，能够生。好，哦，那。我们为什么有时候需要用的浮而生，能够浮而生的药？哎，我们有时候病在浮而生的地方，在表、在头上、在皮肤上面，我们需要用一些生的药，让它走表。好，那重实者沉而降，有的药非常的重，比方像熟地。好，那你要知道药的轻重，为什么？处方才有依据啊。好，比如说你开熟地，好，熟地三钱。啊，三钱拿起来两片三片，好，结果呢？你不知道轻重啊？你说蝉蜕三钱，你知道三钱多少？一大包，对啊，就是一斤的棉花跟一斤的铁嘛，哦，所以你要知道它的重量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才知道它药往哪里走。熟地呢，一定是入下，下是肾脏，最下面器官是肾脏，入下焦，入到脚上去，然后入到骨头，最里面是骨头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那蝉蜕呢，清虚的，它走皮肤表面，所以皮肤病的时候我们会用蝉蜕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上面的肾，两个肾脏长得很像你的扁桃腺，下面长了 potato 就是你的肾脏，上面两个肾脏，下面两个肾脏，所以上面肾脏的时候你用蝉蜕，下面肾脏的时候你用熟地，
不一样，氢发让它发散嘛，好、哦，要让它升，让它沉，好、哦，这是好、哦、药的这个相从性，好、哦，所以味道很薄的，好、哦，它生主生，好、哦、像春天，好、哦，当然这个像春天像什么都你可以想想，中国人因为喜欢天人地，好、哦，天人地三菜，所以把它比喻进去，好、哦。那气薄者降而收，好像秋天，好，那气味比较厚的气厚，好厚的是浮而好长，啊，像夏天，好，有些气味俱薄者可升可降，好，升降者咸，所有的咸药都是下沉的，咸药味道拿起来是咸味的，通通下沉，辛甘不会下降，都是发散的。辛甘就阳药嘛，辛味、甘味的都是发散，好，不会下沉的。啊，所以你如果开到那个大肠，比如说便秘，大便才排出来，堵在肛门那边，你不会开辛甘的药下去，到不了的，鸡同鸭讲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开辛甘的药，如果是治疗鼻子、鼻窦炎或眼睛什么角膜炎，哎，那很好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下它就到不了，好，那一定要开咸味的药。啊，注意看芒硝，芒硝是很咸的、啊、哈，咸味的药能够向下，好、啊，咸味的药不会上升的，好、啊，那你是看的这个人是这个脑瘤，脑瘤，好、啊，那你开咸味的药，它是下降，它不会上升的，但是你有没有需要下降？有，要配合上下要配合的，好、啊，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大原则，但在临床上的时候要很活，临床上要很活，好、啊，你不能我举个例给你听。这个人小便小不出来了，啊，你要肝胆利湿啊，就你开了肝药、胆药，哈、啊，这个淮山，好、啊，不管是哪个淮了，哈、啊，苏淮山药或者随便了，这种山药，好、啊，然后这样这个白术很多，好、啊，比如说薏仁啊，好、啊、好、啊，这个肝胃的药、肝胆的药、莲子啊，好、啊，利不出来怎么办？啊，因为他肝胆利湿嘛，利不出来怎么办？利不出来的时候，你要想辛香发散的药，为什么要辛香发散？你看、啊、就好像。那个吸管你放到水里面去，你把头按住，拿出来的时候吸管里面有水，这个水你怎么让它出来？放开来它就出来，那上面是毛孔啊，所以中医有时候用吐的药，一吐下面的水就排出来，一种是发散的药，发汗的药，一发汗水就排出来了，好，那你光是利水要利了半天利不出来啊，所以要因时因地制宜，不要千万说啊，肝胆利湿，我就非要肝胆利湿，非要利不出来，我要扎中药，不是，好，扎个药进去，一下就打开来了，好，好，那寒，好无浮，热无沉，好，这个是升降，好，这个沉浮它的定义，好，所以说寒性的药它不会浮起来，好，热性的药呢不会向下沉的。凡是药根在土中里面的，半升以上则上升，半升以下则下降。好，有的药根呢，为什么特别是强调这个？好，有的药根它不在土里面的，它是附生在里面的。还有呢，我们有菌石类的、矿石类的药，还有动物的药，它没有根的，啊，所以你不能算在内。你说麝香，哦，是麝香，这个根，药根在肚脐里面，好，它每天跑。我们抓麝香哈，还要必须那个麝在跑，那个麝长得很像鹿啊。好，跳得很快啊！那个猎人要追，在后面追得他跑得很累。你把他杀掉，没有射枪就没了。一定要让他跑，跑得气喘呼呼，跑不动了，趴下来的时候，你把他活抓起来，从肚脐里面取那个油，那就是射枪，然后让他走。你杀了他就没有射枪了。好，所以我们是从活体去的。那你不会说把那个油渣取掉了他就死掉，不会啊？你把你肚脐清一下那个油渣，那个油够拿出来，你看你会不会死？不会死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它叫麝香，其实很臭啊，哇，好，很臭，好，好，为那个辛香发散，那因为它的香到极致，很臭，那无孔不入啊，所以我们会需要用到它，好，那，好，那这个药根你不在土里面，好，在这里讲的是药根要在土里面，很多草药类的半夏，很多都在根都在土里面的、啊。好，半升以上的就是这一株草药，好，这一株草药根在土里面的，这是土，好，根在这边，好，这个数字是这样的，半升以上的讲的半升以上的，半升以下的就讲这一段，好，半升以上的上升，半升以下升好则下降，
啊、哦，像我们讲柴胡，柴胡的话取是半一半在上一半在下，这是土啊，一半半表半里啊，这一段柴胡是最好用，哦，一半上一半下，哦。那药所有用树枝的药，用枝子的，我们采它的枝的，好、哦，通通是能够达到四枝，比如说我们桂枝，你只要记得枝的都是达到四枝上面的，取药皮的。好，通通是打皮肤，好，所以我们那个药，我们自己知道，比如黄柏，我们取它的皮，好啊，桂枝要桂皮，啊，就是打了皮的，打了就是打了皮肤。如果是取它的药，那个药材的本身的中心，好像桂心，好竹干的，为了行内脏。所以我们比如说一个桂枝、桂树、桂皮、桂心，我们处方就不一样。桂枝，好，它的地方就不一样。我们真的要打四肢的时候，要用桂枝。那真的要治疗心脏的时候，到了肾脏的时候，我们用桂附，所以我们桂附八丸里面有什么？那个用什么？用肉桂，肉桂就是桂心那一块，哦，对。那我常常有时候会叫病人加点桂肉桂下，像那个西洋，我们在美国很方便，那个他们吃那个 cappuccino 那个咖啡啊，都要加肉桂粉，就那个东西。好，我说你吃的时候加点进去就好了，他就吃啊。我说我的药，这就是我们的中药。那他们绝对不会说怀疑说吃个肉桂粉会死掉，不会啊，这是他们吃咖啡在喝的、啊，中药就是这样子，中药是俯拭可得，哦，可是你的我给他桂枝打成粉就不是了，没有用，完全没有用，哦，但是用肉桂你就知道关节肌肉痛，肉桂一点用都没有，一定要用桂枝才行，用它的树枝，所以中药里面用枝的时候就是入四枝，入皮的主药物取它的皮的时候，像我们杜仲啊也是皮。好像肉桂，好被桂皮，好那出心的时候，好是入心脏，好中心入内脏，好都不一样，好还有要直清的，通通上入心肺。所谓直清的，好就是你拿起来称，还真的很轻啊，很轻飘飘的，好。所以为什么麻黄我们不开多？哦，比如说，哦你这个桂枝，啊桂枝很重啊。哦，你用三钱，你如果麻黄用个两钱，这个同样是钱，看起来是很少，麻黄是一票麻黄啊，这个三钱才那么多一点点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好，这是它的差异在这边，因为麻黄它的质很轻，好，质轻的走皮肤表面上，所以它跑得很快，啊、哦，跑得很快，哦，当然有药性有相合，我不要麻黄跑，所以麻黄可以收汗，也可以发汗，也可以收汗，哦，看你使用的时机，哦，所以药物重者。入肝肾，好拿那个金石类的药，像我们那个牡蛎，好牡蛎我们开出去的时候，如果开个，因为它本身很重嘛，你开个两钱，不是刷牙漱口啊，那只能刷牙，对吧？两钱嘛，好要开到五钱一两，效加重药的时候一两，你以为老是一两很多了，牡蛎才两三片就一两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它牡蛎本身就是石头的很重，啊、哦，它所以你会开到重剂，所以你处方出来的时候。你知道它的值，知道它的重量，你就会剂量会加减嘛。好，你千万不要值轻的你开的重，值重了你开的轻，那药物学你没有通过，啊，你就开错了嘛。我说老师残对一两，好牡蛎一钱，完蛋了。这个我们不用看你这个治什么病，一看这个方子乱搞、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如果是残对还好，你如果蛇对一那个。一两的话，好几条蛇的，蛇你加起来没一两，哦，就那个百花蛇用不完，还有蝮蛇，一大堆蛇，蛇你加起来一大包才一两，啊，煮起来都腥的要死，哇，你怎么吃啊？哦，所以我们是五分，好分呐、啊，一点点，好、哦、一点点。那所有药中空者发表，内实者功理，这药拿起来里面是空的，比如说我们通草中间是空的，麻黄中间是空的，好、哦。甘草跟黄芪不一样，黄芪拿起来看的时候中间有空的，甘草就比较密实。好，那好，中空者都能够发表，内实者好能够功理。好，像你看那个大黄拿起来的时候里面硬硬的，中心的越中心是越硬。好，像为脾者好，这个枯燥者入气分。好，很多的药味它本身像我们讲的夏枯草，好枯燥，好它入气分。那润泽的入血分，像
熟地啊，软绵绵的，你看当归拿起来的软那个绵绵的哈，里面很润，感觉是好，就不会这个药就不会很燥，很滋润的感觉。这种都入血灯，这是上下内外之相重也。好，所以诸位以后看到药，除了颜色，现在质量看到啦，啊，味道。所以你如果看到一个药，一拿起来一抓，它颜色是青色的，我们知道它是入肝，对不对？青色酸的，然后再一闻啊，味道酸的，好，是酸的，我们知道它是收敛，好，你抓到是梅子嘛，好，你如果是一抓到它的药，吃掉是白色的入肺，好，那辛辣的入肺，对不对？然后再配上直重直轻的，看看这药直重重量轻重，你就可以知道它入哪边。好，所以我们有根苗花果，比如说我们使用花类的，好，花类在树根的树头顶头的，那你顶头的眼睛的鼻子都在顶头啊。所以我们用辛夷花，用一些好这种东西，菖蒲之类的东西，就是能够辛加发散，能够治疗鼻窦炎啊，鼻子的，哦，那就会用到树顶尖的药，比如我们的苍竹跟白竹，啊，苍竹比较顶嘛，好，所以鼻子里面鼻絮脓，你化脓在里面，然后很浓太多了，水太多了，你要收敛它的时候，你要用苍竹，白竹就收不到，白竹是底下，苍竹是头上的，所以同样一颗草药。顶上的是苍竹，底下面的是白竹。好，它的因为它的药性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有上和下，药有上下，有没有上下之分？好，那第六个呢？我们要介绍的是药的颜色，它的药色来入经脉。好，入经脉。凡是你看到药的颜色是青色的，包括食物是青色的都没有关系。好，它通了好色青，味道是酸的。气是燥的，好，哦，进属木，接入足厥阴肝经，好，哦，所谓燥气的，诸位还可以从很多地方可以感觉出来，比如说，我们一个，我们的像干燥剂一样，你丢在那边以后，平常我们这个药打粉，好，打粉以后，你放在那边没有封得很紧的盖子，它是粉，像有些像知母、像白术，你盖子没有封紧，哇，这些第二天拿出来的时候像石头一样，为什么？它会燥，它会把旁边的湿气、空气里面的湿气收吸收起来，然后变得很干燥、硬邦邦的，啊。好，所以我们有些药我们要封得很紧，不封紧了，隔两三天以后拿起来说，你说药粉呢？没有了，变成石头。哦，真的，是那丢到墙壁上还弹回来的。哦，要用再把它磨开来，很累，再重新大把它磨开来，啊，然后过两天又硬起来了。哦，当然你吸掉，哦，我们这个药性嘛，所以你要小心，所以要就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了解到。它的本身能够燥性能够到什么程度？好，所以有燥的药呢，都会有这种现象。好，那好，所以这个是从肝经，那肝和胆经是表里。诸位学过针灸以后，看这段就很轻松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之前要先教针灸的关系。那不然的话，现在就很累啦。老师，什么是足厥阴肝经？足三王胆经为什么在一起？那表里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味道是刺，好，红色的，苦味的，好，气焦的。烤过的性属火，接入心经和小肠经，好，哦，小肠经，好，哦，色黄味甘的，好，哦，气香那个香性属土的，接入脾经和胃经，这个诸位很简单了，好，哦，好，哦，诸位看这个倒数第四行，好，哦，中间下边这边，厥阴主血，好，哦，少阳主气，在使用药物的时候。三焦经、三焦的，还有厥阴的，哦，这个是我们这里面区分的所有呢药，只要它能够入肝经血分的药，通通可以入心包，入心包。好，哦，所以肝经血分的颜色青、味酸的、气燥的、性属木的，通通入肝。少阳主气，好，哦，这个是入三焦的，并入好命门相火也并入三焦。所以我们这个因为命门火呢散行于三焦心包，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药能不能入命门，能不能够入三焦的，实际上这些药就同时可以入胆经的啊，哦，胆经的药，好，哦，胆经和三焦经，好，哦，所以比如说硫磺，我们身上的三焦是黄色的，好，哦，三焦油网是黄色的，那硫磺是黄色的，两个颜色是相同的，好，哦，那由于硫磺的性很燥，非常的燥，非常的速度非常的快。所以说，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去把命门火点起来，这个命门火衰了，命门火衰了，命门好像人的生命的火苗一样，蜡烛快没了吧？好，把那火点起来，要靠硫磺，硫磺一下就把火点起来了，
好，那为什么硫磺？那黄色的淡黄，硫磺是淡黄色的。好，淡黄色，我们后面本草会介绍。好，石硫磺，好，千万不要拿错了，那是土硫磺，吃了就死掉了。就石硫磺吃了会活命，那土硫磺吃了会死掉。那两个硫磺是此硫磺非彼硫磺。好，我们会介绍单位料的时候会再介绍很清楚。好，这里只是举个例给你听。那还有呢，倒数第二行，好，要有相虚者，相虚者就是同类而不可离者。这两个药我们常常是放在一起使用的，比如说我们常常用白术要茯苓放在一起，白术跟茯苓常常放在一起，好，相虚，好，相虚，好，同类而不可离者，有互相死的，我之左死，有互相好依存的，好，比如说桂枝和白芍常常互相依存的，好，相恶者，我之能也，好，相恶者就是它本身的功能，本身的能量，比如说我这个药是很强的，我是大黄。最很凶的，好、哦，那你是这个芒硝也是很凶的，那我们两个有差异啊，你是咸下攻下软坚的，我是去实的，好、哦，不一样，相恶，好、哦，我们在介绍后面介绍的时候会慢慢虚实阴阳虚实表里虚实寒热，好、哦，慢慢会介绍给你，好、哦、一个观念，好、哦，相位者好、哦，脾湿赤血量药性是相反的嘛，好、哦，所以我们在介绍整个本草经每一味药的时候，说会跟你说。这味药讨厌这味药，这味药讨厌那个药，这个是在理论上是这样子。真正实际上临床用的时候，你非要用的时候，你就把这个舍掉，不要管它，不要墨守成规，照样用没有关系。好，我是最不墨守成规、最皮的。好，然后必须要用就用了嘛。好，好，相杀者就脾的毒，比如说我们吃这个炮附子有毒，那有毒的时候，我们如何把这个毒删掉？好，乌头有毒，我们怎么去这乌头的毒？好，诸如此类的。好，那是相杀者，好，制毒用的。好，那再过来呢，注意看这个第十二页。好，这个五脏的补泻，我们用药也可以做补泻。你的针灸里面，实则泻其子，虚则补其母。好，用药我们也有补泻，好，也有补泻。这个五脏呢，好。这个肝脏最讨厌就是拘急，拘急是抽筋，因为肝主筋。肝呢主筋，它是好最苦。如果筋抽起来的时候，急的时候，好非常痛，非常痛。好，最怕就是肝脏呢最讨厌的就是。急拘急，好，这个时候及时肝，所以甜味的东西都可以把抽筋的现象去掉。那跑到市场上吃香蕉啊，老师香蕉好不好？香蕉很好，你看它黄色的，甜味，对不对？马上就出来了，你不用人家教你，中医书本来就有了，不需要去说哦，香蕉里面有 potassium 什么里面啊，让你抽筋，那不要去想那些。好，那如果没有香蕉呢，你怎么办？好，香瓜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甜味的，因为它味香，黄色的，对不对？那说哪有什么那个死脑筋？老师，香蕉是东南方的，大陆东南方。那我在这个西北方的这个哈密，我住在哈密里面，对不对？没有香蕉，有哈密瓜也是黄色的，甜的，可不可以？这笨蛋，这你不要被名称锁住嘛，了解我意思吧？千万不要被名称锁住。我们最怕立名，立名的原因是什么？好，你名一旦立出来的时候就有形了，神就失掉了，所以千万不能失他的神。他的神是什么？色黄的甜味的，是肝土嘛？好，那你要有，只要知道这就好了，千万不要被匿名哦。香蕉，你只记得香蕉可以止缓抽，香瓜就不行，那你完蛋了，那你不会应变啊？当个医生不会应变，然后很麻烦的。好，应变，你要到哪个地方去？当地都有这个东西，老天爷上天很公平的，好，真的很公平的。那你说，老师，我到沙漠去，甘草就在沙漠啊，我们的甘草就是产在沙漠。现在大陆会风沙化、哦、沙漠一直往前，就是甘草被取掉被我们吃掉了嘛。那我们甘草都把它拿去了，很多老外也喜欢吃甘草啊。他们是甘草，他不是说像我们中药在吃，他把它做成甘草粉啊，做放在食物里面怎么样子。就甘草一直把现在大陆上禁止采甘草，可是禁止归禁止啊，下面黑市交易更凶啊。你禁止下面黑市交易更凶，你说我家后院就很多甘草了，拔出来再去卖钱。对，没有办法挡，就风沙，就沙漠化一直过来。好，那我一直在想如何取代甘草。
很难啊，很难的。那你说那沙漠里面，老是及时干一缓子甘草，你说老师沙漠里面没有西瓜，没有不是没有那个香瓜，也没有香蕉怎么办？甘草啊，你怎么那么糊涂呢？及时干一缓子，所以我们最不愿意立名就在这里。你名一立的话，神就没有了。看病也是一样，你把病名一立下来，完了神就没了，你就不会看。那你以后现在的中医是怎样？哦，你是。这个 MS 好，我就是这个药是 MS 的，啊，这个药是这个针灸是穴道是 MS， 啊，你是胃溃疡，这个药是胃溃疡，完了，就看不好病了，好，看不好病，所以你要看症辨证论证，开始处方才能治得好病，啊，那现在的中医呢，西化了，医药你先去照 X 光，先去照片子，然后再开处方，你就完蛋了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背痛要个 common sense 嘛。然后一个背痛进来，啊，你先去照片子再说，照了我们再给你治疗。你为什么多问两句就不需要照片子了吗？你问他你痛多久了？我痛10年了，你还在想忽略想他骨头脱臼或者是骨头断掉是昨天出车祸，早上出车祸，现在痛嘛，对不对？如果出车祸，你让他去照，说对不对？哎，没有出车祸，你说痛了10年了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真的不记得了。哦，然后就开始酸了，刚开始也没有什么受伤，就这样子啊。那你说你要去照片子，你不是？神经病吗？有没有必要呢？没有必要，你了解我意思吧？好，那如果是腰酸啊，看看他腰酸，一看他是肾脏的部位，好，没有是沿着膀胱经走，我们压他肾脏肾结石的部位，啊，肾结石压痛，我们知道是因为肾结石引起的腰痛，马上就出来了。为什么要那么复杂呢？所以本来诊断学很简单嘛，理论很简单，在那边就是你不会用嘛。好，所以中医很麻烦，就是用了西医的诊断西医的诊断不行，不能取代中医。你开不出方子来，所以有个笨蛋，有个笨蛋问我说啊，你这个胆固醇很高，怎么开？那个三酸甘油脂很高，怎么开处方啊？我要吃什么药？我怎么知道吃什么药？对不对？好，因为我知道的是你吃你的药没有用，对不对？啊，胆固醇我吃降胆固醇，对你嘴巴说吃这个药会降胆固醇，实际上你吃吃看，降了没有？胆固醇还是没降，那个降了，对不对？记忆也降了，那个也降了，然后才是胃酸才会盛行嘛。胃酸为什么盛行？就是很多药物的副作用吃下去，阳就没了，就不够尖呐、啊。那么苦呀、啊、来，然后能够让它能够尖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我很坏，我开个苦味药让它尖起来，就是不开精的药，啊、还是生不了小孩啊？对，就是害人家尖，但是不会有精排出来。好，所以我们有药有药有分阴阳，阴的药下去能够润，能够滋润它；阳的药下去能够让它尖。配在一起才行，这是中药的，啊，中药的药那个药物，好，那要我们这里给你介绍食甘与缓滋的意思，就是你要能够活用，好，千万不要那么死。如果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你怎么办？麦芽糖拿来吃点嘛，那个抽筋对不对？抽筋的很厉害，吃点麦芽糖总是比没有好嘛。那你帮你怎么办？对不对？那如果有针灸，那很好啊。阳陵泉、金匮、阳陵，对不对？我们下针下承山，都是很好的穴道，很好的方式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肝本身呢？肝是木，这个木啊不能太郁，木里面长得太茂盛以后，树里面果树里面如果长太茂盛，你问果农知道，他一段时间要剪枝啊。你为什么要把树枝剪掉？啊，这不剪掉，这个果子长不好啊。对不对？他把它剪掉，然后让它木与疏，然后要能够疏开来，这样太阳光才能进来。那所有的果实类的受了阳光才会甜呐、啊，啊，长得才会好。结果你看到舍不得剪了、啊，你说老师那100个你剪到90个只剩10个，你那100个长出来一都不能吃，全部是酸的。我这10个长得又大又好，你要是哪一个？对不对？所以木要疏，这里的木要欲散，喜欢散好要疏散。那如何散它呢？要用辛味的药来散木，好，好，辛味的药，好，好，辛味的药来散，所以用辛味的药也可以补它，等于是补肝。所以我们治疗肝病的时候，我们会加些辛味的药下去，啊，辛辣的药下去，能够散它。还有酸来泻它，好，酸泻之，好，酸的入肝嘛，好，酸泻之。那心脏呢本身是火胃苦缓，好，及时酸以收之。好，心脏有一定的速度，你不能太慢。太慢的时候产生的热量不够。所以心苦缓，我在介绍
黄内经的时候，很正确，我们都介绍过，心脏开始搏动的时候，砰砰砰砰，这个搏动的时候，一息是四字的标准的速度。那这个人搏动一息就一字，一息只搏动一字，辛苦管，酸味的要下去收敛它。那这个，那心欲软，心为什么要软？不能太硬，因为心脏很简单，你要这样子想哈。我们心是人，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人心是肉做的。当你心脏如果没有津液，就是里面缺血的时候，肺里面没有津液的时候，非常的刚硬，心脏配合非常刚硬，那过不了多久心脏就完了。好，所以心要软，软的意思就是说里面津液很多，很有弹力，很有弹性，好这种，好，所以叫心欲软。那咸味的药能够软之，所以我们在治疗心脏的时候，开始心脏力量不够了。泡附子下去就开了五拳一两，哇那么强干嘛，那泡附子壮肾，错了，咸味的药。咸味的药能够煎它，让它心脏怎么样软下来。不然的话心脏都受不了。就好像举例，好像一个引擎呢，没有引擎里面没有机油，也没有水箱，空转。那个快完了。所以我们四逆汤，我们在开处方的时候，你看我那个泡附子哦，看不行。泡芙子下去，一处方下去，泡芙是五拳。人家想这个药太热了，错了，病人一吃下去，心脏就好起来了。哦，人家还以为泡芙子入肾，你错了，不对，是咸味的药，哦，那个补心，哦，而不是说啊天王补心丹，或者是我们吃什么药来补心，不是，哦，真的用药的，哦，它的药性是这样子，先能补之，以肝来泻之。如果心火过盛，我们会肝味的药，甜味的药。所以我们在介绍神农本草的时候，我会跟说啊，这味药它是甘味的，好，甘味的能够泻他的心，好，这是味药，这味药本身药就是咸的，拿一下药它就是咸的，这个咸就是能够补心，好，补心脏，好，所以现在诸位学到啦，老师，辛味的药，辛辣的药能够补肝，咸味的药能够补心，刚好是相克的嘛，好，那么相克的，肝是木，心是金。金本身金是克木的，所以辛味的药能够补肝，这是克症的治疗。你如果是心脏火，咸味的药是入肾，水是克火的，所以咸味的药本身呢能够补火，能够补它的火。好，这个我们那个中南部很喜欢那个什么，那个逢年过节的时候要过火，没有过火山。地上那个炭烧起来了，然后打赤脚过去，有没有？那先撒很多盐巴，那要撒很多盐巴，不然照样烫伤啊！好，不然那时候什么三太子什么附身的过去，好，实际上撒很多盐巴撒上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把它隔掉，用咸能克火，那么压制住它，啊，温度就会下降。好，但是盐巴撒太少了，很皮的盐巴撒掉，过去每个人脚都烧伤，好。那像我这种就会干什么事啊？这个脾脏呢最讨厌湿，脾本身是管湿，但是湿太盛的时候是脾脏的负担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它的湿呢？要苦来燥之，苦味的药来去湿。好，所以说如果脾脏太湿，脾主少腹，好肚子啊，湿太盛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加一些苦味的药下去，能够燥湿。好，这里面比如我们看看舌头啊，舌头我看，我们常常看舌头啊，中医看舌头嘛，那舌头上面湿很厚，很黏黏的，口水很多，那个舌苔很厚，就是湿。好，我们有个苦味的药下去，啊，苦能够燥它。好，那脾最喜欢缓。